好，台中警方六号晚间在西屯路与安和路口执行取缔酒驾勤务，那么突然是听到了后方机车有明显改装过的声响，而原警呢是立刻上前来查看，没想到骑士竟然直接加速逃逸。好，被留在现场的另一名骑士呢是他的朋友，那么当场是一脸错愕哦。那么原警呢是查看车牌，意外发现呢骑士竟然是用口罩遮住车牌。来下车，先下车一下。欢迎仔，欢迎仔，好，来，好来，好安尼啦啊，欢迎仔。警方调查身份呢，发现林姓男子20岁，没有驾照。原警呢当场是举发制单并禁止驾驶，而另一名逃逸的同伙呢，警方目前已调阅监视器，依据车牌将通知骑士到案的说明，将依法重罚18万元，并吊销驾照。